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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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嗨，我是 Pola， 嗨，我是甜，嗨，我是莹。今天我们要干嘛嘞？一定要吃肯德基，是新推出的，应该是也有披萨。对，没错，有鸡跟披萨，没错。在广告上面看超级久的，终于可以吃到了。我们来打开看看吧。这个是意式三重奏的披萨鸡腿排。这个是享乐星球拼盘，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加点的新的蛋挞，原味跟那个黑糖白玉 Q。哇，所以它上面是 QQ 的。为什么它中间少一个？它这个 QQ 飞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好，我们先来吃主菜。主餐好了。好。哦，这。好特别哦，它上面就是有披萨上面的料，就是 cheese， 对，以及火腿，还有番茄，还有青菜，对，还有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好，来吧，我们一人抓一边，我们就来分食。哇，这真的很难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，这是谁啊？我直接分到只有这个，我只有炸鸡，我只能吃这个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披萨，炸鸡加披萨，对，炸鸡披萨，耶！好，我来，你先吃看它的本身炸鸡，好，好像很软、欸，嗯，天哪，好久没有吃炸的，好吃，好吃，我来吃看它的披萨料，嗯，它是用青酱口味的。它上面的那个绿色的酱，它是青酱口味的。好、哦啊，那你把它搭配来吃蛋挞、啊。嗯，好像很好吃哎，搭起来。炸鸡加披萨、嗯，你可以一起吃。对，因为通常我们是不是吃炸披萨，就是想要点个炸鸡来吃、嗯，这次就不用。这个可以直接给它双重享受。对，你就直接。一举是怎么得？一举两得，一举两得，好特别的口感。嗯，好，下一个。这边说这个地瓜球是新出的哦，那我们现在去看看地瓜球。好，地瓜球，哎、欸，它的地瓜球是实的，对，它里面好像会有爆浆。哦，你自己看，你看它里面哦，有包馅的。嗯，我们是不同款的、欸。对啊，我里面包紫色，好好吃、哦。然后紫色里面包黄色。嗯。欸、超好吃的，好吃的、欸，很好吃。我没吃过这种地瓜球，嗯，那超强这种实的地瓜球是都是同一个味道，嗯嗯，爆浆地瓜球，它真的会爆浆。我们吃这个好了，好，那是什么鸡柳条吧？我们现在要来分食喽，来，一二三，哇，直接换你吃，我的皮，我完全就只有皮了，完全只有皮，我要笑死了。我的肉加皮，我的一小块肉。哎、欸，如果我们可以点辣味，我还感觉更好吃。嗯，嗯，它皮好好吃哦，它皮真的很好吃。它皮很好吃，分你一个。真的，其实我也爱吃皮。那我们来吃洋葱圈咯。哇，它好像真的超级大的，这应该是刚好中间、欸。甜甜应该塞进去，甜甜手塞进去吗？哇！我们来看看它可以带几个运作。这个有点小哎、欸，没有，你要转个方向，因为它是椭圆形的，就这样吗？对对对对。哇哦！哎、欸，这样还蛮……这个太小了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没有，你先……哎、欸，啊，这已经有了。不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哎、欸，真的没办法，那你就把它成果吧。肚子很好。哇！没办法，肚子饿的时候还能吃呢。对，我在跳舞。然后看到帅哥就想，哎、欸，来请吃、啊，请吃。就这样摇走，是最时尚、最时尚新概念。好，我们可以来吃蛋挞吗？好，黑糖白玉 Q 蛋挞是它的新口味哦，新口味，所以它上面应该就是白玉，然后里面是黑糖。对，哦，那我们先来接吃吧。好，嗯，黑糖馅，其实我觉得它好像就是黑糖蛋挞，只是上面加这个白玉。嗯，我觉得它的 QQ 啊，我觉得它的 QQ 啊是非常比抹吉还要更 Q 的那种、嗯，有点像吃软糖的概念。然后它的软糖呢是比较，
就放在热，就热软汤。应该说它有点珍珠的口感，因为白玉就是可以用来做珍珠。对，然后它就跟珍珠一样，哇塞，黑糖珍珠哎、欸！就每天放一个珍珠在上面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我们也发现哎、欸欸，我可以研，就是我们现在是做珍珠，然后放一层面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可以。我觉得肯德基的蛋挞是最好吃的。蛋挞，而且它有163层，号称真的吗？我来吃给你说它的饼皮号称163层，有那么多吗？哇，你们看到吗？他说163层金黄酥脆塔皮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没喝饮料，不用喝了啊！不用喝饮料，不用喝，你们也关系。那我们点什么？这个是可乐，对，这是一般的可乐。好，那我们吃货们今天就是介绍的肯德基套餐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三重奏对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可以去吃，对，真的好吃哦。那新推出的吃货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